好你个臭男人，没记错的话你昨天晚上10点钟才回家，你看看你都已经11点了哟，还不服气呢，到底在外面做什么了？哎呀老婆，你误会我了，我是在和同事一起玩爆爽僵尸，朋友组队战斗力瞬间提升，这个游戏你可以在僵尸横行的世界里自由探索，还可以招募你的专属队友和他们一起拯救人类世界，你也来试试吧。